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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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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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我们等一下要举行皈依仪式。有关于为什么要皈依，皈依的利益，皈依的重要，我们有编写一本随身书《略谈三皈依》，现在就是引用这一本，稍微啊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请翻开这个目录。目录有说到为何三皈依，皈依的重要，皈依的意义，三宝的意义，三宝的种类，三皈的利益，以何心情皈依，皈依前要先忏悔，皈依后劝阻，这一些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三皈的利益第十五页。第十五页谈到皈依三宝的功德利益，可说在人生中所得利益总额加起来，也不及皈依三宝的功德之大之多，综合起来约有八种：佛子成为佛的弟子，戒基是受戒的基础，减业减轻业障，积福能积广大福德，善成一切好事都会成功。十六页，不堕就是不堕三恶道，神父就是四天王天派遣三十六位善神随身拥护，得度将来龙法三会度脱现在皈依者。当然这是指一般来讲的，一般圣道们随佛从皈依开始。那如果是我们净土法门的话，那就通通超越，就像刚刚前一节所讲的，念佛的第一是一世圆满，一生圆成解脱轮回跟成佛的功德。那现在是讲一般不管各宗各派学佛的话，就先从三皈依开始啊。那有关这个三皈依的利益，我有从经文上摘出五段五个故事来说明。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故事，就是第十八页。第十九页。第五个故事说，第五个故事是引用《受三皈豁免恶道经》这一部经里面有说到大家请看之后再做解释。过去有一位三十三天的天子，天府尽了，还有七天就要死了，昔日的欢乐都离开他了，美丽的天女不再亲近他的，本来是巍巍堂堂的相貌，现在变得毫无气色了。他的身体既然衰弱，并且垢秽不堪，两翼之下整日流着臭汗。他也看到他将升到猪胎中去，因此呢，他
躺在地上哀伤啊，流泪啊，诉苦啊，此事给天主知道的，只是他诚心诚意的皈依三宝，教他口中称念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他便照着天主的指示皈依了三宝。七天的时间一到，他便死了。天主为了想知道他死后究竟投生何处，可是以他的能力看遍了所能看到的所在，都无法看到那个天主的下落，只好去问佛陀。佛陀告诉他说，已经由于皈依三宝的功德转堕为生，升到斗率陀天去了。你们天人只能看到下面的境界，看不到上面的境界。各位莲友，这一段殊不殊胜？很殊胜哈，只是皈依三宝，口中称念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居然能够转堕为僧啊！这个天人是这样啊，天人的寿命很长，有欲界天的寿命、色界天的寿命、非想非非想天的寿命。那最长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天，就是无色界天的最高天，他的寿命是八万四千大劫。那他是以什么因生到那样的果呢？他要有禅定的功夫，而且禅定要很高，同时要十善圆满啊，也要有四无量心啊。那如果是欲界天啊，欲界天像刀立天的话，就是要十善圆满才能够升到刀立天。那刚刚讲的那个天主就是刀立天的天人，他是假借着过去是十善的因而得到上升刀立天的果。可是有生必有死，除非脱离三界六道轮回，否则的话八万四千大劫的长寿一道还是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呢，应该堕落地狱的就堕落地狱，恶鬼就恶鬼，畜生就畜生，人间就人间啊。因为六道是一个轮回嘛，不可能说上升天堂就永远的永恒的享受天乐，不可能的。永恒的生命，安乐的生命，自在的生命，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而他的因就是念佛。那天人所谓天人寿终啊，天人寿终的时候会有所谓天人五衰啊，天人五衰就是所谓这个天冠花围，天人所戴的这个帽子的花凋萎了啊，那身失微光，身体天人的身体都有光明嘛，这个光明就会逐渐的衰，逐渐的暗淡啊。然后呢，两翼流汗，这个翼下会流这个臭汗啊，那不乐本本坐啊，他坐立不安的啊，种种。同时天人就有神通嘛，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去哪里，我们没有神通，那天人有神通，他晓得这个天主晓得他的下辈子就是要堕到猪胎去，所谓牛胎马腹，那他就是猪胎。所以天人啊，天人的快乐当然超越人间啊，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他是心想事成嘛。可是他临终的时候比人还要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通，
他临终还没有命终，就晓得他要到哪里去，就痛不痛苦。那往往天人死的时候是不能再升天的，为什么呢？天是享受的果的境界，不是播种的境界啊，所以他寿命到的只有往下，不可能往上啊。这个天人是能够往上，是因为他皈依三宝，所以功德比他过去世的十善还大，所以就上升了。那他堕落猪胎的业就暂时不受那个果报，等到将来时间到还是会受的，因为他没有脱离轮回嘛。所以有一首偈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因为天人是知下不能知上，所以他上升了斗帅陀天，就是欲界天的第四天。那刀立天王是第二天的天王，他境界不够，所以他看不到。由此可知，这个三皈依的功德能够使他不堕三恶道，反而能够上升。所以皈依有一个最大的利益，这一辈子皈依，下一辈子不堕落三恶道。但是凡事就是一个真心，真心要真的皈依。真的皈依的话，即使没有场面很庄严、很热闹、很感人啊，可是它是真实的。假若不是真实的，是勉强性的，即使场面再怎么样的庄严，唱诵再怎么样的感动人心，也不是真的啊！像这个天人，他念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尊、皈依僧众中尊，他有什么仪式？没有什么仪式。所以凡事就是一个真心，有真心就存在，存在宇宙当中；没有真心就不存在。所以真心好像一个大地，有大地，大地的话，这个高山、深海，或者是动物、植物、矿物，好的、坏的都能够承载得住，所以真心很重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则这个三皈的这个利益啊，二十一页，请翻开到二十一页。这一件故事是印光大师亲自所讲的，编在印光法师全集啊。印光大师全集有一段记载，有一天晚上，有一位女鬼很痛苦地跪在官房前求救。她自己说，我是某省某县的人，丈夫个性毒辣，致我死于非命，至今含冤未伸。他已来函请求皈依老法师，就是印光大师，来信已经在途中，明天必定会到。他如果得到了皈依三宝为佛弟子，那我就永无超生之日，恳求老法师万物准许，哀求不已。我开示他说，恩怨本自平等，善恶了无自性，既遭恶缘，宜求解释，免得世事仇报。你应发心皈依三宝，我可带你求法力加批，你可从此解脱，并预知你的丈夫为你超荐。女鬼终于答应，隔天果然有求皈依之某某这一段意思是说，印光大师当年在苏州报国寺闭关那闭关他每一天都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做会客。那印光大师应该
有那种类似阴阳眼啊，不然这个阴鬼他怎么能够看得到，而且能够对话？所以呢，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女鬼来求救啊。那这个女鬼所讲的说，她的丈夫如果皈依三宝的话，她就永无超生之事。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女鬼不知道，女鬼只是一股冤气在心，一定要报复啊，非达到报复的目的不可啊，误以为她先生如果皈依了，她反而永无超生之事了。不是的，只是她先生如果皈依的话，他这一辈子要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善神保护，有三归的功德在身啊。那印光大师晓得他呢不明了道理，而且他呢是怀恨在心，就跟他开示了，开示说恩怨本质平等，善恶了无自性啊。这是文言文。那我想印光大师当时跟他讲话应该不是用这样的口气，用这样的口气他不一定听得懂，这是文章，文章才需要写。如果是讲话是对谈嘛，不可能是这一种文章的风格啊。那像恩怨本质平等，善恶了无自性，这个容易理解吗？这个 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解释的。这个怎么解释啊？恩就是恩啊，怨就是怨啊，这个很对立的啊。像父母对儿女有恩啊，或者是人家要死了被他救起来了，有再生之恩，这个是恩，是很大的啊。那怨是把他害死杀死，这个是怨啊。可说恩跟怨是有的，恩就是恩，怨就是怨，而且恩怨相差很大啊。怎么印光大师在这里说，哎呀，没有所谓的恩也没有所谓的怨，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哪有这样的道理？其实这是讲自性，自性当中没有恩没有怨啊。为什么呢？成佛了之后他把众生都看成他自己，没有特别的恩也没有特别的冤或者是恨。为什么呢？即使人家骂他，佛还是如如不动啊，即使人家杀他，佛还是如如不动啊。所以在佛在一教经里面就说，忍之为德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能行忍者方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啊。所以六度波罗蜜有一度叫做忍，忍入波罗蜜，也就是说凡事要忍才能成功的，何况要成佛，如果不能忍也不能成佛。那忍到最后呢，是无忍可忍，觉得本来就是这样，那本来就这样还讲什么忍不忍呢？超越的忍。可是在还没有达到成佛，在半路当中就要学忍入波罗蜜啊。那到了成佛的时候就没有所谓忍不忍啊。所以这里恩啊怨啊对佛性来讲没有啊，佛性是恩怨平等，恩亲平等，是自他一体的，自他不二的啊。这个指佛性来讲，这个道理很深。那善恶也是一样啊，善没有善的自体，恶没有恶的本性，因为善也好恶也好都是各种因缘条件而形成的，离开了这一些因缘条件就没有善也没有恶，可见善跟恶它是空性的，它是虚假的。如果是有一个真实的话，它不需要靠种种因缘，而且呢永远不会改变，那需要靠因缘才能生长，而且会改变的，最后会消失的，那表示它不是真的。所以你不要把好当作真的好，坏当作真的坏。何况呢，你先生会凌辱你啊，把你毒辣致死，一定是过去是你曾经跟你先生这样的，这个叫恩怨相报嘛，有其因必有其果啊。那你现在不晓得，这正是偿还
啊，偿还给他，你现在还怀恨在心，还想报复，那岂不是你过去的业障没有消除，又增加了一个业障，那岂不是冤冤相报，永远没有了期呢？啊，大概印光刀跟他讲这一些道理啊，要他放下，不要执着，他皈依了啊，那你也来皈依，同样得到好处。那我也告诉你丈夫，为你啊，这个诵经拜忏超度你啊，所以这样的劝导，那个女鬼就答应了啊，答应了。那么隔天真的，她的丈夫啊求归的信已经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印光道是闭关嘛，不可能出来举行这个皈依的仪式，所以呢都有各地的莲友写信啊，用写信皈依的，可见单单写信皈依也没有亲自面对面传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写信皈依就有这一种功德啊，何况是亲自面授的呢？皈依的意思啊，我们这一本有写，不过我有引用经典上的，请翻开27页。皈依即是求救护，请看哈，所归以救护为意。譬如有人有罪以往，投向异国以求救护，异国王言：“汝求无畏者。”莫出我境，莫为我教，必相救护。众生异耳，细数愚魔，有生死罪，归向三宝以求救护。若诚心三宝，更无异相，不为佛教。魔王邪恶无如之何？节录自《大藏经》第三册大方便报恩经卷六。所以这一段呢，很短的经文是出自大方便报恩经，虽然经文很短，可是意义很深厚，非常的好啊。稍微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皈依是什么意义呢？皈依就是求对方来救护我们，救就是解救我们的生死轮回，护就是保护我们啊，离开灾难获得平安，这个叫做救护。也就是说皈依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获得对方来救我们保护我们啊。那释迦牟尼佛就用一个譬喻，他譬喻说，譬如有一个人他得罪他的国王，这个国王怎么可以得罪呢？得罪邻居，邻居或许没你的办法，那你得罪国王，国王最大了，他就派兵把你抓去砍头啊！哦、那怎么办呢？啊、那在这一国之内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够救他了。为什么呢？他得罪的是一国之王啊，那宰相能救他吗？啊、不能啊、哦、那怎么办呢、啊？投向异国以求救护，只有投向附近别的国家，请别国的国家的国王来救他了，所以他就逃到隔壁的其他的国家了。那么那个国家的国王也很好心啊，心地很慈善，就跟他讲说，你想要脱离生死之罪，没有生死的恐惧怖畏啊，那么你就要好好的在我的国家，我就能够保护你。别人的这个国家的兵啊，军队不可能到我的国家来捉拿你，因为这个是犯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他们不敢，所以你不要出我的境。那你离开我的这个国家就被抓去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家有家法，国呢也有国规，国的国家的法律，你只要呢不犯了我国家的这个法律，我国家的法官就不会抓你判刑，你就一辈子安稳啊，这样就会得到救护。
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离开三宝啊的这个领域啊，不要违背有关三宝的。那如果从净土法门来讲呢，我们不要离开极乐世界，就不会六道轮回啊，我们不要杂修杂行，必定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有关这个三规啊，佛陀有做这个简短的开示，其他的内容呢，这一本书其他内容也都很好啊，请大家皈依了之后呢，这一本就带回家去，利用时间好好看啊。不过呢，我们又来讲一个总结论，不管有皈依，不管没皈依，只要虔诚专一念佛，比皈依的功德还要大。为什么？皈依的功德顶多离开三恶道，那念佛的功德是离开六道轮回啊。那只是离开三恶道，还没有脱出六道，那么很危险，罪业一到就继续，将来也可能堕落三恶道啊。为什么？这一辈子皈依三宝，下辈子不堕三恶道，不能保证生生世世都不堕三恶道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啊皈依啊。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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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